长，听闻令千金嘅剑舞数一数二，冇人能敌噶。我哋大家唔知可唔可以叫佢表演一下，俾我哋开下眼界咁？都只不过系江湖嘅传闻，何足挂齿啊？唔系啊，咪林会长，我都知道佢哋唔系啲乜嘢好嘢，不过冇理由系传闻噶。大家话我讲得啱唔啱啊？我今晚想雅玲小姐露两手，大家点睇啊？等人